还有啥？还点了啥？生蚝、扇贝、鳕鱼、小龙虾。哇，小龙虾就不吃了，太麻烦了。还有呢？这个什么？小龙虾。哇。哥点了鱼，你还害怕这是什吃么？鱼？应该是鱼吧，那个鳕鱼。鱼？这扇贝啊？这啥？掉了掉了。小龙虾吃起来太不方便了，我没手套，有，要搞一手油。手套在你右边，桌子右边。你们吃点吗？对啊，还有串。请问串点的什么？羊肉串，羊肉串。可以。不知道你目前的你吃饭了没有？是的。但就是这个是什么？应该是羊肉串。好像是。可以在青岛拍戏的时候吃海鲜吗？哇，还点了面包，谁点的？本来不应该吃。喂，甜的啊，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还有馒头哎！馒头，哎，这是咸的，有甜的，这是甜的，也有甜的馒头。哎，这里没办法自己拍啊。你看，现在大家都在说啥？大家都在说啥？让你多吃点。然后呢？问你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说他们说他们也饿了。饿了吧？那就吃饭吧。明天还直播的话，点必胜客。他们说让你少吃点，健身教练在过来的路上。还过不来，金教练现在在忙着帮别人打拳呢。好了，吃了这么多，也差不多了。没有菠萝油啊？烧烤没有菠萝油。也是哦，烧烤店里有菠萝油，那不乱了套了。其实我今天有想吃的东西，啊，我想吃烤鸭。明天吃。好。哥，你的皮卡丘呢？啊？皮卡丘呢？他们问是吧？嗯。皮卡丘在做许事啊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你们给我朗朗朗、松松松一下好不好？
他们问你皮卡丘的尾巴在哪里？哎，你们问的非常好，昨天掉了，掉了掉了，再拼上去行，它可组装了。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这馒头可以。还有什么问题？一杯巴黎水。然后还有什么问题？你昨天吃辣椒炒肉了？我问你昨天吃辣椒炒肉了吗？昨天我吃辣椒炒肉了吧？哦，对，昨天我吃辣椒炒肉了，真的吃了。昨天我是吃了师傅给我炒的辣椒炒肉。嗯，黄磊老师，老师，昨天去家里看了。昨天去师傅家里看了师傅跟师母，然后呢？下一个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很杂。很杂，你随便读两个。问你有几个皮卡丘？我，你说那个人偶那种吗？人偶那种就一个。还有，黄磊说的太快了，为什么这么帅？那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你，哎，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吧。为什么你有六个酒窝？为什么你有六个酒窝？为什么我有六个酒窝？嗯，我也很奇怪。这你得问我老爸跟老妈，他造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。我爸爸也有两个。哦，皮卡丘和霸王龙，更喜欢哪个？皮卡丘和霸王龙，你更喜欢哪个？我更喜欢你，厉害啊！最近你晚上几点休息？最近晚上睡得很好啊。最近晚上大概11、12点、1点多就睡了。最近这两天睡得很早。嗯。这个一般就是吃播就是这么看着就行了。啊，也不用说什么了。哎，我以前看过直播，不是要把这个声音给大家看？哎，这么大块面包啊，大家看啊，什么喜欢点个赞什么？这么大块面包，喜欢点个赞啊？还要描述一下味道的。嗯，好吃，甜的。还干什么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双击666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有了这种东西？对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来着？老铁。老铁，哦，老铁，老铁，对。喜欢的老铁，小礼物走一走啊。不过有时候在做自己在减肥的时候啊，你就看那个人吃饭，你真的觉得哇，这么能吃，反倒自己吃不怎么下了，感觉就饱了，看别人吃东西哈，有这种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这说话我听不见。你就说吧，怎么了？嗯，啊，老大，你吃差不多了，可以去练习。刚刚吃完饭就练习，你们真的厉害了，我的天哪！稍微休息也不行吗？我们这有一个叫做什么，歇一个饭气。
小惬意，小气，小气。哥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走了走了。要不你们直接把这个关了不就行了吗？怎么要我走？你得跟大家说个再见。哦，大家再见啊！希望大家今天吃一个美好的晚饭。下周一见。下周一见，各位。